请潘周丹。潘周丹最近一个让我欲罢不能的名字，而这一切的起因就源自《最强大脑》中主持人邀请选手潘周丹上场时，潘同学的一个魔性扭身，由于动作狂拽又略显妖娆，从而引发模仿热潮，掀起47亿的话题播放，不仅有全国分担，甚至还出现了反人类的抽象版本。我们有请潘周丹。潘周丹29岁。有请潘周丹。潘周丹29岁。有请潘周丹。潘周丹29岁，硕士毕业于苏黎世。有请潘周丹。潘周丹29岁。但是呢，玩梗适度，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当时作为太极不得已才出现了这样一个镜头。而潘周丹不但接地气地回复网友，他本人还发了一个萌新而业余的危机公关，反差萌更是圈粉无数。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这个围巾之步履竟然成为了这个短视频模仿区的顶流素材啊，素材竟是我自己。如夜我们谈恋爱，我没有对视嘛，然后往外转身的时候，他是那个潘周丹。